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哦。今天秋峰来到巴黎渡船头，然后这里是抓宝圣地耶，导游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这里是网络盛传，就是大概每天一只成龙哎，每天一只拉普拉斯哎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拜托导游小姐带我来这边观光一下。我还没吃午餐呢、啊。一边看能不能看到什么宝，是不是？走啊！这里有沙滩呢。以前没有。以前为什么没有？是风吹过来的、哦。不是，它以前就只有河道而已。然后是因为观光客的关系，就是为了要有一个点看起来像是有沙滩的感觉，所以才做。所以这是运过来的。那边就是淡水嘛，哎、欸，小河嘛，哎，算了，震动一下，害我兴奋一下。说是不是什么？对啊。好，我们再走，其实风景还蛮漂亮的。对。哎、欸，抓到了，一球入魂。卖掉，瞬间处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哎，现在有小龙哎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刚刚走在这边就有人问说你有看到小龙。所以我们要去找小龙。我好像在抓几只小龙，就有快龙。有了，小龙来了，我只剩一颗红球了，没有红球了。转啊！抓到了，哎、欸，122颗嘞，差3颗，再抓一只就可以进化了。加油啊！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有卡地狗哎、欸，卡地狗。就是要追！哎、欸，来了，出来了！有，还没停呢。卡地狗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！你要用红球抓吗？这么疯狂！我好久没有遇到卡地狗了，我这次要用大，对不对？高级球。好高级哦！哎、欸，转圈圈！有了，想要大变！ Yeah！抓到了，看一下，哇哦哦，哎、欸，我刚好可以进化嘞！如果它是弯的，我们就直接进化。啊，不适合战斗，对不起。那你要把它卖掉吗？我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毕竟它，你出来了。毕竟它这么强，等级这么高，5公里的蛋。喵喵吗？哦，六尾，好可爱。你想六尾了？还不错。这里是不是有卡地狗巢穴、啊？好像有，还有前面还有一只哎、欸。我好久没遇到这么多卡地狗。这里，卡地狗。希望这一只比较强，我一样用比较强好的球，800多也不错。如果它是弯的，我们就马上进化成风速狗。给我夺棒，一定会抓到。他怎么跳出来了？好贱啊！我发现你几乎都可以丢到 nice， 大概丢了几颗球啊？你有算过吗？不要跑掉！等级都好高哦。没有啊，这个就没丢到。因为你让他说的太小，我就没有算。可是那个如果丢到的话，几乎是必的。再次，还好没跑掉。我现在看他跳出来，我就有点紧张。有了。如果不是 Wonder， 你会生气吗？不会生气啊，因为很正常啊。可是花这么多时间跟心血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进化。
然后他马上进化风速狗，然后看他是什么技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还要自己配音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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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希望有火。希望不要是。他们会有什么技能？不要挖地，其他都好。哦。就是挖地这样。不是不是是火。哦。所以它是什么？火焰。一个是。火牙，火喷。另外一个是。喷射火焰。对，喷射火焰。哎，好像还不错哎。可是我好像有一只一模一样的，看一下这只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好可惜哦。双胞胎啊，不错。对啊，如果是大字报的话就更好了。大字报要干嘛？大字报可以拿去攻击人，这个可以拿来防守，适合防守。今天太多人了，超多。你觉得这里面有几层是在抓宝的？我觉得至少八层。八成都是来抓宝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有就是应该说八成是来抓宝，但是八成里面可能有一两成是小朋友来抓宝，爸爸妈妈来。所以就是所有都是来抓宝的。以前没有这么多人。没有，有啦，但是就是没有这么这么火。有一段时间比较没有这么狂哦，大家都这么狂哦。这就是必要的啊。那个难怪日本可以用成龙振兴观光，你知道吗？用成龙振兴地方观光，太了不起了！东北这些都要排队去淡水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淡水或渔人码头。哇，就都统一在这个渡船头。嗯。哦。有时候会分，但是应该是统一。所以去那边，就有些人是就是观光，就两边都观光哦。对。就坐船这样子，对，哦，好像蛮有趣的哎。就现在搭船还可以刷悠游卡，搭船也可以刷悠游卡，不用买票了。就不一定要买票，哇，可以买票，你可以刷悠游卡。你抓到大眼蛇了？对，我抓到了。我的画面不会动了哦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哎、欸。然后点到螃蟹。那个，我们现在改变策略了，我们不走了，我们就在这个这个，我的才三十一。三十一的大眼蛇，像你，不朽，中。那个我们的策略就是在这棵樱花树下，在这棵樱花树下，然后等等成龙。对。不走了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走到哪撞到哪。真的，太容易撞到人了。我才三十一 CP 耶，怎么那么低啊？瞬间卖掉了，有没有？连看都不想看。我每次跟等级强的出去，然后都等级强的人抓到我低的，然后我都是很难抓的，然后我就会让他们跑掉，然后就很生气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球啊。那个太阳要下山了。对啊，我们要下山了，我还是等不到。我还开熏香哎、欸。然后还是没等到。还是没有。对。怎么办？太阳下山就要该回家了。对啊。就不能再抓了。那我们再等最后十六分钟。看他会不会出，不出就只好回家了。看来今天李长伯不开心，没有出外巡逻。蝙蝠了，开始有蝙蝠了。我开始有蝙蝠了。你说这里什么？晚上会有蝙蝠是不是？太阳下山之后就一堆蝙蝠。不是吧？越来越多麻雀嘞。不是吧？那个他们这个游戏里面太阳下山是七点哎。你七点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背景会变成晚上的背景。就变蝙蝠了，那些鱼就下班了。对对对，鱼就下班了。就变成蝙蝠的天下。啊，蝙蝠，我在家里家抓就好了，我来这里干嘛？就是刚刚不是都是三步直接跳出脚筋了吗？对啊。然后就变成三步直接跳出蝙蝠。是哦，啊，只剩三分钟了。哎，我们应该不要想，他们一定有装毒心晶片。那你要超越这边这么多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自己的，我熏香出就好了，所以我可以自己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默念就是成龙算什么屁，我才不抓嘞！加油！要默念这一句是不是？我这么没有执着于成龙这么久，为什么还没有抓到？不准啊！卡地狗，这里其实也蛮多卡地狗的，今天抓到好多只喽。对啊。我蛮开心的。那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野狗。
我开心的是这里有卡地狗，卡地狗也蛮强的，仅次于陈比快。对，怎样？陈比快，然后卡地狗。对，在我心目中最少是这样。十秒钟了，要结束了，最后的十秒出一下吧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看着荧幕，发出无限的惆怅。唉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啦。今天没有收获，我今天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只巴巴了。巴巴，巴巴，纪念品巴巴。对，纪念巴巴，巴黎抓的。而且还是我花糖果抓的，花糖果进化的，对，花糖果进化的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一次再说了，拜拜了。